因为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来干什么？跟他聊什么呢？你认识他？他就是我爸新找的那老婆。我跟你说过吗？在我这劝说不成，又想在你这下手了，甭理他，我们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认识啊？这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还没反应过来吧？ 这就是我跟常提及的我那个儿子，我就说你们两个脾气差不多，肯定能合得来。太好了！儿子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 没事，爸，我出去一趟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去拿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斌子，斌子，别录音。 明天都要喊你啊！闹，听他不理我。滚！你让我滚？你凭什么让我滚？你丫个骗子！我骗你什么了？我他妈也今儿才知道，你没听到家人的语气啊？我骗你什么了？刘乐音，你想怎么着？ 我对你不好吗？受委屈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你妈跟我爸偷情这么多年，我妈死的不明不白。该翻脸的人是我吧？该说滚的他妈是我吧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走啊！你走了，咱俩都痛快。你说我为什么不走？ 我要舍得你，我能犯贱不走吗？我对你妈有再大的仇恨，也不及我对你感情的千分之一。梁柳烟，你恨我爸，我不拦着你。但是你为什么要牵连到我的身上？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吗？滚！ 我没恨你，我也没恨你的家人，只是我没法接受你，接受你们一家，因为我也有家人，你的家人是我家人心中一个痛。你的意思，我是非走不可了。 去给你收拾东西。哎，乐音，你他妈就这么狠？行了，东西不用收拾了，不要了。帮我跟作者说一声，祝他开业大吉。 大海啊，分了就分了。之前你俩在一起，我怎么还好意思跟你说？那金露露她有什么好的？你说漂亮吗？条顺吗？那不大街上一葫芦一大把呀，她哪儿配得上你啊？就是，还整天装腔作势，仗势欺人，人模狗样的。要不是看在你面子上，好几次我都跟她急了。你早该跟她掰了。你说你这会所的女服务员，哪个不比她漂亮？ 就是啊，凭咱哥这条件，哪个妞不得惦记着？别说，还真是。哎，服务员，服务，哎，大，你咋了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嗯，啊？
我棍儿对谁这么好过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对谁也没对我这么好。那你为什么说那么绝情的话？因为我贱呗，我太他妈贱了，我。你说谁贱啊？啊？哎，哎，大喊，你怎么还学会咬人了？啊，金露露，祸还不浅呢。我想你了。哎，大喊。啊！哎，搜搜了！你还不是无所谓吗？不是大爷，你这这这，我你还不是不在乎吗？我大爷，你走！我他妈今天我就他妈上了你！我大大，我要不给你操服帖了，我他妈就不想过海！不是，哎，虎子，虎子，救我！虎子，哎。我听说顾海要转学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去你们老师办公室，好像听到你们老师在说这件事情。顾先生您好，外面有人找，说是您同学，让他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好的，稍等。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点东西。你觉得我要像那些破玩意儿吗？需不需要是你的事儿，老师派我来给你送东西，你要是不想要，可以直接扔了。东西放这儿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洛伊，你还给我回来！你现在对我只能这个态度了吗？你想让我对你什么态度？哎，洛伊。除了我妈走那天，我顾海没为任何人哭过。你走吧，你走。